希腊的神话故事，相信你很有心得，可不可以分享一段给我们听听？好，没问题，等会我就分享一篇安迪丽娜的故事给您听。但现在张诗晨同学已准备好，想为大家弹奏一曲《水边的安迪丽娜》，掌声欢迎他。Thank you.